咁今日想介紹嘅就係屯門福林教會嘅蔡會牧師伍常森牧師，有請你，伍牧師。弟兄姊妹午安，好開心可以嚟到復興教會同大家分享。咁你見到我嘅即係個樣咧，就知道年青一代咧係好有盼望嘅，因為上帝係會興起使用年青一代嘅，amen。咁所以咧，你今日嚟到呢一度咧，你都係年青嘅一代啦。所以你可唔可以同你隔離講，神會好使用你噶 ？amen。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呢，就叫做比爾拉海內。是很希望能夠藉著這個名字幫大家記得，咦，聖經裡面出現過一個這樣的名字，而這個名字不是一個地方名，這個名字也不是一個人名，而這個名字只是一個井的名字。首先跟大家讀今天的經文，經文就是在創世記的第24章62至67節。经文这样记载，我读的是和合本修订版。那时以撒住在尼格夫，他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傍晚时以撒出来到田间默想，他举目一看，看啊，来了一对骆驼。尼伯家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对那仆人说，这从田间来迎接我们的人是谁？仆人说，他是我的主人。尼伯家就拿面纱盖住自己，仆人把他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就领尼伯家进了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母亲离世以后，这才得了安慰。我们先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我们祈求你那一个丰盛的慈爱、怜悯、恩典在这个下午与我们众人同在。耶稣基督，你的恩惠又预备我们的心成为好土，栽种你真理的种子。圣灵，我们又求你充满我们每一个。主啊，你不单止充满这个地方，也都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圣灵，你更多的工作，让真理进入我们这个好土的时候，能够为耶稣结出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果子，使到我们的生命坚壮，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其他人的光，成为其他人的盐。我们多谢赞美你。这个下午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我们一起说 Amen。 这段经文很可能对我们中间的人不算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经文。因为为什么呢？在我自己的成长，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急于求成。所谓急于求成，就是很急于去祈祷上帝啊，我的另一半几时出现呢？那我就有这样的挣扎的时候呢，很想牧者给一些意见我啦，所以就去问牧师，我怎样可以寻觅得一个对于弟兄来讲我们最理想是什么？就一定是箴言书第31章的了，就觅得一个贤惠的妻子。因为你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呢，就是得着耶和华的赐福，所以就很想这样。通常呢，怎样才得着这个贤惠的妻子啊？牧师就会鼓励你看这段经文。看这段经文呢，就是鼓励我们要好像以撒一样，多些在田间默想，多些让你自己的生命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成长多些，就能够呢可以见到尼伯家的出现了。所以最重要是什么？你的焦点不是去求你的另一半出现，焦点是什么？求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成长。那时我就这样相信，就这样令自己不断在主里面去追求、去学习、去成长。感恩就是最近我都结了婚了。多谢。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我想说是这段经文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用这段去鼓励我们单身的弟兄姊妹。但这段经文更加重点呢，跟上文下理，其实是想告诉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你知道吗？当经文用连接词去讲的时候呢，我们更加要注视一下上文下理到底串连着什么。经文一开始就说那时嘛，其实上文呢是讲以撒的妈妈已经过身。
其实他心情是很差的，其实他完全不可能会快乐起来。所以你明白吗？当我即读神学，去研读这段经文，读到这里的时候，咦，其实以撒是因为妈妈过身，他心情很差，情绪很不好。但是过去我的成长拿出来鼓励单身弟兄姊妹，似乎不是很合理的。看到这里，我就真的认真去看，其实一开始他讲了什么。他说那时以撒住在尼格夫，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的意义的翻译。旧的和合本和很多的译本都在这里是讲以撒住在南地。那原来呢，无论南地定是尼格夫，在原文的这个意思，甚至在地理上的 去考察的意思，都知道那里是一个干旱之地来的，是一个完全是生物是很难去生存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吗？其实这里有一个更深的意义。他说以撒他住在这个地方，住在尼格夫这个地方，然后他是刚刚在哪里回来？在比尔拉海来。比尔拉海来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是一个什么事件来呢？其实他第一次出现呢，就是在创世纪第16章13到14节。这个是什么事件呢？就是当年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赶出去的时候，他赶走了，他经历了一个很口渴很干旱的时刻。夏甲就祈祷，上帝的使者就在这里向他显现。经文这样记载，夏甲就称那向他说话的耶和华为你是看见的神，因为他说他看见了我之后，我还能在这里看见他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来，看啊，它位于加底斯和巴列的中间。所以比尔拉海来其实就是这口井的名，本身可能是其他名，圣经没有记载。不过当夏甲在这里他遇到上帝的时候，夏甲就改了这个名，比尔拉海来。比尔拉海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原文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看顾我的永活者的井，他认为这口井是属于耶和华的，就是看顾我们那一位神。所以比尔拉海来的意思就是看顾我们那位神。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更深层的意义，就是原来以撒因为他的妈妈过身，圣经刻意记载他住在南地尼格夫，其实是一个干旱之地，似乎暗时间一件事，就是他生命都正值在一个枯干的阶段。他听过他爸爸跟他说，他另外一个母亲夏甲，他的哥哥以实玛利在一个井遇到上帝，这个事件一定会有人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就将这个事件传给他的儿子以撒。所以奇妙，圣经特别记载他这里说他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是刚刚从那口井来。那为什么圣经会这样记载以撒在那里回来南地尼格夫这个地方呢？那似乎呢有一个暗示，就是因为他妈妈过身，他经历着一个属灵的干旱的状况，他心里面很渴慕上帝，他很想能够遇到这一位眷顾的神，他很想觅得这个安慰。弟兄姊妹，今天可能我们都好像以撒一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以撒有相类似的经历。我在更加年轻的年代就经历到这件事。在1999年的时候，当时我身在澳洲，妈妈就突然入了医院，就不知道她发生什么事，只是知道她的身体有很多瘀了的地方，是没有人打过她的。你知道灵一点的话，就会觉得她是不是撞邪呢？突然间身体有些东西呢，咁啊，醫院咧驗咗好耐都驗唔到，咁就喺我喺澳洲嘅時候咧，突然間收到一個長途電話，係我爸爸打嚟，佢就話俾我聽，你媽咪患咗末期肺癌。哇！我揸住個電話呆咗一呆，唔識俾反應，跌咗落嚟。收咗線之後咧，我爸爸淨係叫我快啲翻嚟香港。我收咗線之後咧，我唔知點做，因為我住喺朋友屋企，朋友又翻咗工，我一個人咧就喺嗰度喊。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去处理。于是乎呢，等我朋友回来的时候呢，他看到我状况有些不太妥，知道呢我妈妈
即係出現咗問題啊。咁佢咧就好快打電話去航空公司幫我，即係提早咗個嗰班機，就係四日之後嘅朝頭早八點鐘，其實已經係最快嗰班啦。咁但係咧喺傾嘅過程咧，佢一路陪我喊，我完全冇曬心情。第二日咧，佢就帶咗我去海灘，喺海灘我就祈禱啊，望住個大海，其實個心好舒服嘅，望住個大海。但係最忐忑係媽媽佢患咗末期肺癌。其實真的不知道可以怎麼做，除了祈禱。當時我問上帝，為什麼要發生這些事情？為什麼我這麼年輕，媽咪也還很年輕，為什麼她這個時間她就遇到末期肺癌要走呢？我的心 很難受。在那個階段對上帝有很多的埋怨，也都那時候我做了一個祈禱，我說上帝啊，千萬不要這麼快帶走我媽咪，我好怕見唔到佢最後一面，見唔到佢最後一面咧，會成為咗我人生一個最大嘅遺憾。你知唔知嗰一刻咧，聖靈又同我講説話，佢問咗我一個問題，佢話：阿森，就算而家你喺香港，而且你係一個醫生，你可以做啲乜嘢咧？當我聽完呢個問題，我突然間豁然開朗，我發現生命其實係在主。就像耶稣所宣告，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时这段经文在我心里不断的浮现，我知道上帝啊，我的祷告要换转一个方向。当时我就望着个大海，我就向神祷告，我说上帝，如果可以的，给我见到我妈咪最后一面，就算不可以，可不可以俾我妈咪遇到个天使，佢信主为佢受洗。就果然，我翻到香港嘅时候，我啲妹妹话翻俾我听，有人去探过我妈咪，信咗主。而喺个过程咧，我副主任牧师阿韩树牧师就上去探佢，为佢洗咗礼。哇！感谢主，上帝果然系听祷告嘅神。但系我话俾你听，当时咧。當我係去到澳洲機場嘅時候咧，喺悉尼機場咧，係發生咗一件澳洲開埠以嚟從來未試過嘅事。我冇諗過會真係會經歷呢個遺憾。到最後嘅結果嚇，我見唔到媽咪最後一面。因為原本八點嘅機咧 ，suppose 係已經翻到香港嘅嗰我媽咪走嘅時間，但係嗰朝早我去到機場，竟然咧有一隻雀仔衝落去嗰班機。撞爛咗嗰兩層玻璃，成班機取消咗。咁我哇，我話唔係咁大攻擊啊嘛！魔鬼竟然想我帶住呢個遺憾，唔通真係想我離開上帝？咁跟住咧，我個朋友嘅太太，因為佢喺香港嘅機場咧做過地勤啦，咁佢就好快幫我安排咗另外一班機咧，就飛翻嚟香港，就延遲咗喺下晝嘅兩點半。翻到嚟香港咧，係已經夜晚十點鐘。一出嚟咧，見到我嘅副主任牧師，見到我當時嘅女朋友，見到我妹妹同埋我妹妹嘅男朋友，其實我已經知道咩事，不過我唔想承認。行到出去，佢兩個一齊嚟夾住我，然後我牧師同我講：你媽咪喺下晝四點幾走咗啦！哇，當下就崩潰啊！喺機場我喊到盡曬先至翻屋企。之後嘅日子咧唔容易過。我都花了差不多四年的時間才開始釋放走出來。在這個過程呢我有靈修，但是裡面沒有得著。我有讀經，但是好像水過鴨背。你知道嗎？那種的情況呢是我不能夠用言語去形容。今天當然可以，其實就是一個尼格夫的狀態。在我屬靈生命裡面活在一個乾旱之地。今日弟兄姊妹，可能你未必好似我咁样嘅经历，但你知嘛？人生我哋成长行过嘅人生路嘅阶段，唔单止呢样嘢啊！喺我妈咪呢件事被释放出嚟，我开始去建立教会，我开始去牧会，都经历好多唔同，会令到我进入呢个尼格夫嘅状态嘅一个阶段。我唔知啊，可能弟兄姊妹你经历嘅系主啊，可唔可以帮我拎走我上司啊？主啊，點解我有呢個鄰居啊？佢好麻煩啊，可唔可以幫我拎走佢啊？
不好意思，容許我感覺可能你更加毒少少嘅係，主啊，點解我會有咁嘅老公啊？其實弟兄姊妹，好多時咧，我哋有冇讓聖靈去幫助我哋發現我哋生命原來處喺一個尼格夫嘅狀態咧？原來我哋屬靈生命係淨係乾旱嘅階段，係我哋容許生命嘅問題將我哋嘅焦點放在問題度，唔能夠將我哋嘅焦點放喺十字架，放喺耶穌基督嘅身上。今日經文就係想提醒我哋弟兄姊妹，好似以撒一樣啊！以撒原來佢因為經歷咗佢嘅媽媽撒拉過身，佢未過渡得到佢自己嘅情緒，佢未肯去承認佢自己媽媽過身嘅呢個事實，令到佢活咗喺一個尼格夫南地嘅呢個階段。會唔會其實講緊我哋每一個人就好似以撒一樣，好多時候我哋活喺呢個心靈嘅乾旱嘅階段而唔自知呢？今日有個好消息話俾你聽，就係、是、經文唔單止記載尼格夫呢個地方，亦都記載比爾拉海萊呢口井。對於未信嘅人嚟講，新朋友，我想話俾你知道，耶穌基督就係你嘅比爾拉海萊。對於已經相信嘅人嚟講，弟兄姊妹，我想話俾你聽，教會就係你嘅比爾拉海萊。所以我哋千祈唔好睇小每一次每一个星期，我哋可以将呢个时间分别出嚟，能够翻到嚟教会呢个时间。我哋唔好咁容易就将个信仰私有化，我只系信耶稣就得啦。你要记住，耶稣佢上十字架牺牲，唔系净系为咗我哋一个，系为咗全世界嘅人，因为神爱世人。所以如果唔需要教会嘅话，圣灵降临嗰一刻，教会唔会诞生。我相信《使徒行传》亦都唔会变得咁精彩。既然教会佢诞生，而且流传咗二千年，一定有佢嘅意义。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教会就系我哋每一个信徒嘅比尔拉海来。当我哋口渴嘅时候，我哋可以翻嚟教会去止渴。吓，并唔系单单咧话，我喺屋企自己灵修就得啦，我屋企自己祈祷就得啦，唔系。而是我们要学会除了自己好像以撒一样有这种的生命成长的经历之外，我们不可能这么自私只是自己拥有耶稣，而在这个经历，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都要回来教会去作出贡献。所以你知不知道回来教会最重要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就是坐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就是他们的比尔拉海来。所以我要跟你旁边的说，耶稣爱你，我都好爱你。经文咁样记载，佢话他举目一看，看啊，来了一对骆驼。尼伯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对那仆人说：这从田间来迎接我们的人是谁？仆人说：他是我的主人。尼伯加就拿面纱盖住自己。仆人把他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就领尼伯加进了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母亲离世以后，这才得了安慰。然后六十三节那里讲，他说傍晚时，以撒出来到田间默想，他举目一看，看啊，来了一对骆驼。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撒那个进程，当他从比尔拉海来回到尼格夫的时候，他经历到在尼格夫似乎是遇不到这一位眷顾他的上帝，他回到来仍然在南地，在尼格夫的这个地方住，但是他没有因为在那口井没有遇见这位神就放弃，反而他明白最重要的是上帝无处不在。所以他在尼格夫这个地方，在这块田里面就去做默想，他很渴望能够遇见上帝。所以个重点，弟兄姊妹，不是个地方，个重点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态。当我们心存渴慕的时候，上帝就因为我们这份渴慕而被吸引。当我们有这份爱神的心态的时候，其实从心而发的这个行动就会吸引上帝的灵的触摸。
今天都一样，弟兄姊妹，欣赏你们隔离那个，他愿意 分别为圣这个时间来到比尔拉海来。今天我要给你们一个挑战，在稍后呼召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今天分享完呼召的时候，前面这个服侍的地方就是你的比尔拉海来。当你能够生命被服侍，经历耶稣，你开始生命成长，你就能够一步一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被差遣出去。我们看到以撒都是有这个进程，你看到吗？在田间默想，默想这个字原文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祈祷。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默想的意思就是讲他们认为，在解读这段经文，拉比的时候他解读这段经文，以撒似乎是一个祈祷的人。所以当我们说以撒在田间默想，其实我们可以去想象得到以撒他在田间里面他祈祷。但他祈祷什么呢？我相信他祈祷不是祈祷尼伯迦的出现，因为他应该未必知道，但他祈祷的是，我相信是他祈祷，就是求上帝可不可以安慰他。妈妈走了，他很挂着妈妈。今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心灵里面是不是都好像以撒一样会有这种的记挂。可能你身边的人离开了你，你从来都没有处理过你的感受，你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你的情绪。所以在默想另外一个字，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抱怨、哀伤。很可能以撒因为撒拉的过世，他一直都否认这个事实，不肯拥抱他自己那个哀伤的情绪。你知道吗？我们很容易去辨别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接受那件事实的，就是当我们开始不问为什么。有些事情，有些意外发生，我们通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我都问，我妈妈从来都不吃烟，她又不喝酒，为什么她会有肺癌呢？真的不明白的，很奇妙的。我爸爸不断吃烟喝酒，又不见她有肺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她没有吃烟没有喝酒，竟然就这样走了。当然我不是咒我爸爸，我爸爸纯粹想点出那个对比。但为什么我们会问很多为什么？为什么我身边那个同学，旧同学，他又没有那么英俊，现在他仔都15岁了，为什么我这么英俊到今天都还是单身呢？我们很多为什么的，为什么导引我们有很多以个人出发点的想法。在这里，当以撒去田间默想的时候，他在比尔拉海来回到来在这个地方，他去祈祷的时候，他拥抱他自己的哀伤，他拥抱这个事实，他愿意将他自己的情绪带到来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稍后我会呼召你来到比尔拉海来这里，让你再一次去经历上帝。我们不一定说去到哇亲人离开这么严重，有很多事很容易令到我们会进入这个干旱之地。你和同事的关系，你的经济情况，你的身体状况，很多事都令到我们到底这个神是不是真的。我祈祷好想我事业一帆风顺，为什么这么多风浪呢？感觉好像自己是约拿被鲸鱼吞了。我都是祈祷想要好好地有一个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为什么我到今天都还是单身的？今天很想弟兄姊妹透过今天这个信息去鼓励你，你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好像以撒一样，你接受你自己的情绪，让圣灵去帮助你，释放你和医治你，你会发现一个更新。你知道吗？圣经最后记载什么呢？创世纪24:67，他说以撒就领利伯加进了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母亲离世以后，这才得了安慰。今朝的信息呢，就没有这个领受。在刚才敬拜的时候呢，突然圣灵就令我有一个领受。
你知道吗？当我们的生命开始发现自己活在一个尼格夫南地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来到田间默想，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比尔拉海来。稍后你来到前面，我们为你祈祷，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比尔拉海来。你知道吗？事情就会发生。发生什么呢？上帝他为以撒带来尼伯家，进入了他妈妈的帐篷，然后他得了安慰。今天都是一样，我们的天父为你带来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 真正的尼伯家，然后我们邀请基督和我们一起进入我们那一个不是那么容易面对的那个地方，就是撒拉的帐篷，然后你会得着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好不好让我们都重新将我们属灵的生命来打开。我们承认，是啊，有时候我们在我们工作上面已经迷失，在信心上面已经迷失，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已经迷失。我们只是一个肉身回到教会去听到去敬拜，但是似乎失去了实质里面内在对上帝那种的渴慕和敬虔。今天我要鼓励你弟兄姊妹，我们重新去拾回这件事，然后来到比尔拉海来，经历这位眷顾我们的神，邀请耶稣，带耶稣进到我们那个撒拉的帐篷，去重新面对那件事，让上帝真正的安慰今天就临到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吗？我们一起起立，麻烦敬拜队。耶稣很爱我们，很想重提的是，特别对于我们中间仍然未相信耶稣的你，你知道吗？你身边的人很爱你，他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永恒的价值，就是他知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而他最重大的一点就是，他真的很想和你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所以他带你来到教会，想你认识耶稣。我最欣赏弟兄姊妹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只是在来紧 Christmas 去写张圣诞卡给你，告诉你友谊永固。但是怎样友谊永固？弟兄姊妹，就是我有永恒，你都有永恒，我们的关系就永恒。 Amen。 所以如果你还未相信耶稣，我鼓励你，耶稣就是你的比尔拉海来，你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我也邀请你带了新朋友来的弟兄姊妹，你和你的一位未信主的朋友来到这里，让耶稣都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德性，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丰盛，经历我们所经历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眷顾，可以吗？第二个呼召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好像我刚才所分享，你生命经历着一些是会令你失去喜乐的，是会令你眼目聚焦在一个问题上面比较困难，就算回来祈祷都好，都很难将个焦点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signal， 就好像我们伤风感冒，当我们咳有鼻水的时候都知道，哎，我们病了。其实我们属灵里面活在一个干旱之地，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 signal。 你开始 loss， 你开始祈祷，你迷失了你的初衷，上帝啊，你拿走我的上司，但你忘记了当初你祈祷上帝给你一份你能够永神一样的工作。你当初祈祷上帝啊，如果我要将我生命交给你，你可不可以祝福我事业更上一层楼？好可能你忘记了你的初衷的祷告，今天你迷失。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个上司的出现呢？是因为你做了这个祈祷。为什么他会容许一个这么烦的邻居成日问我借盐呢？可能你忘记了你当初搬屋之前，或者你新婚，你求上帝让你能够成为你的邻舍的光和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想你来到比尔拉海来，让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的初衷，让我们知道每一步都是上帝的引领。所以我们中间有人在经历这些事的，我都鼓励你来到前面，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组长为你去祈祷，同你再一次
经历这一位眷顾我们的神。第三个呼召就是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生命你的身体是进入这个蓝地，在这个干旱之地的状况，你需要得着医治，你来到右手边，这个是对于你来讲是你的比尔拉海来。今天上帝要医治你，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医治的神，他的名字是耶和拉法，他是我们的医治者。来，出来出来出来，让这个下午我们一起去经历上帝。我也鼓励我们还在位的弟兄姊妹，可以和我们一起，和我们前面的牧者，我们一起去服侍前面的弟兄姊妹。怎样服侍呢？就是当敬拜队用他恩赐去带领敬拜的时候，我想你们一起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献上敬拜，在这个充满敬拜充满对神的爱意的氛围底下，让圣灵自由的工作，通过我们牧者的祈祷来到前面，来到这个比尔拉海来的弟兄姊妹都要得着医治，得着释放。 Amen。 谢谢敬拜队。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阻止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阻止我不放手。当你教导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胜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柔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向高低，真的被耶稣找到我们，我们真的不再对他封闭，好让他的爱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医治来恢复我们。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要忘
整个生命会不断进出尼格夫，比尔拉克莱之间。我哋唔好停留喺度享受其他人嘅服侍，而系我哋不断经历呢位上帝，上帝去提升我哋嘅生命。我哋继续嚟到教会呢一个比尔拉克莱嘅目的，系要
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有一个成长的目标，不是停留在被服侍的状态，而是你经历过被服侍，我们要祈祷有一个渴慕，好像以撒一样，你成长到那个阶段，你生命上帝给你的应许，圣灵给你那个感动意象就会成就。所以牧师很想在这里去鼓励和挑战你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比尔拉可来是我们经历上帝的开始，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经历了比尔拉可来，我们就会被差遣进入尼格夫南地这个状况，去将更多的人要带来比尔拉海来，这个才是上帝想见到他的教会真正成就成立的一个目的。所以我要挑战你，不要停留在常常来到被服侍，你要成长，你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你是身边的人的比尔拉海来。所以好不好，这个时间我邀请在位的弟兄姊妹，你可以两个两个去彼此的祝福，你成为他的比尔拉海来，你为他祈祷，就好像刚才圣餐的时候一样。我特别都有一个感动去延续山牧师的那个领袖，我们中间仍然有些弟兄姊妹你难于饶恕自己，好想这个时间弟兄姊妹你为他祈祷，让他可以饶恕自己。你按住你心中的感动，你知道你为他祈祷的需要，你就去为他祈祷，你成为他的比尔拉可来，可以吗？祝福大家，我们继续的彼此服侍。